台湾泡泡照，了解台湾的文明和文化。李上高，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来，咱为今天开始呢，要来去报复性旅游，要来去花莲。啊，伊花莲就个动作讲是去种哦，大自然作祟的所在，大山大水啊，比如讲去纽西兰，比如讲去澳洲吼、哦，用这做啊伪出国来代替就对了啦吼、哦。啊，那是去花莲呐、啊，你去洗这安通温泉、啊，你也想讲，我、啊、不就是来去日本安尼唔好，啊，我今麦都袂当出国嘛，是不是安尼？所以呢？啊，咱若是去到花莲呢，啊，有两种方法，一种即卖因为花莲的迄种许算讲快速道路拢起好啊，毋好。另外一种就是啊，坐火车来去，啊，坐火车来去的，伫即个花莲的火车头。即卖即个花莲的火车头很出奇，这是国民党政府来了后才起的。那么伫日本时代呢，是做即个形。这个形啊，这个形呢，大家安尼个看哦，就知讲，伊这种呢是算讲一种折中主义式的建筑，安怎讲？因为呢，伊基本上呢是拢是现代式的这种钢筋水泥的这个结构，但问题呢，伊又够有一撮装饰。因为啊，这个、现代主义认为讲哦，啊，装饰不装啥，功能较重要嘛。哦，你啊，啥物功能就起啥物厝嘛。哦，啊，你伫遐装饰半工，遐也无用啊。哦。但是呢，有个人刚刚讲，啊，这罗卡西呢，啊，你这厝拢无装饰，啊，这起起来那会碎啦，吼、哦，啊，刚才会当有这功能，你啊无够，所以呢，啊，这跟爱看起来，这种带有一点点装饰，但是以功能为主，这叫做折中主义式的建筑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你要看这幅图，我唔是乌白画啊，佮看这个楼顶就知啊，这楼顶呢，到即马佫存在啦，哈、哦，这个路顶呢，啊，实在是照着这日本时代来去画。但是日本时代的这个 A 区哦，伊这个火车头，佮着很出奇，火车头是离足远的哦。啊，你若是伫这个啊，古早时代为这个火车头出来，伫日本时代哦，出来，哎，头前只其实佮有一个喷水池，这个喷水池今嘛嘛佮对嘞，啊，啊，伊来正面呢看出去的吼，正中央安尼看出去，你就看到一个哈，有一种。法国曼塞尔式的屋顶哈，啊，这个叫做鹤田主伊的这个火霞所在。伊这个鹤田主是从啥？鹤田主呢，就是准备啊，要办这总督府啊，要将着日本人移民啊来到花莲啊，这个鹤田主就是底下做开发的工课。那么底下这个啊，豆丘饼啊，我觉得河阳混搭式的哈、啊，这个叫做欧洲半木式的风格。这是啥？这就是咱花莲，这个是东海自动车，哈，东海自动车。另外呢，啊，嘉丘坪的紧邻这个火车头，有一个有这个铁道部的花莲出张所，啊，所以呢，啊，你若是去到啊，这的时阵呢，啊，就会跟花莲讲，哎，啊，这就是这个古早时代，但除了这个火车头一定无去以外，其实呢，四边拢够差不多够存在下痕迹的地方。这位来看嘛，花莲的大山大水真正迷人，所以我若有闲就坐着火车要来去花莲佚佗。花莲到啊！这回有淡薄啊无相款，因为我要来去找找这栋旧的花莲火车头。新起的听讲是要做将来花莲上界老热的商场，还有做界无？你可别家己看。没有，那个位置也有变，全部都变了啦。来到着花莲铁道文化馆，还要了解以前迄座火车头还是位对起啊啦。这是旧火车头头前的广场，
啊，这是以前的喷水池。啊，结果，哈、啊，我那是吃到空空空啊哦，都下手看。啊，那是来到这个花莲呢，相信呢，啊，真有名的叫做花莲的这个喷水啦，哦。那么这个喷水是怎么出名呢？因为呢，过去啊，啊，曾经的蒋经国吼，啊，跟着孙运璇，跟着迄个台南馆馆长叫做黄福寿呢，捌去啊遐食。啊，来看这个，这个是花莲的这个喷水啦，哈、啊。那么这个花莲的喷水呢，啊，上盖早呢是这个人，这个人伊叫做啊戴荣光哈，因、啊、第一代啊，伊是算第二代。啊，真心说啦哈、啊，这个讲到这个花莲的这个喷水，基本是足水经的哈。啊啊，有的花莲人是食异乡，有的花莲人是食另外一间安尼。啊，我真心说，我伫这个作战以前，我就捌写过这个蒋经国哈，这个经国食谱的蒋经国去到四个所在，拢要食这个小吃。欸、啊，我迄阵在写信哦，啊，当然呢，啊，真受到欢迎。但是今嘛呢，真心说，去的时阵哦，问讲啊，这不是曾经蒋经国食过？哎，啊，店家哦，较少年一辈讲吼，啊，蒋经国是啥物人啊？啊，所以甲伊讲，啊，蒋经国食过无重要啦。啊，所以呢，你要看人吼，我常咧讲人哦，最不能打败的人呐，打败的敌人就是自己啦，吼。家己呐一定是讲啊，过时期啊，吼，啊，就忙哦，佫是讲家己佫外交，安尼佫想要选总统吼。后来，那么即间呢，一开始先伫即个庙口咧卖，你啊看即蒋经国迄阵来是遮少年啦，吼。那么啊，即间一开始的时阵啦，吼，啊，即个伫庙口咧卖，啊，伊敢若有凳子尔吼，啊，你啊徛只吼，啊，你讲老计我。卡会算想要坐哦，无啦，无通啊坐就无通啊坐，伊袂甲你加增加个椅啊。当然，即马一定开了足侪间个，而且呢，佫真成功。来，咱再来看看这异乡别墅。就在以前，我因为要做专台湾的地方派系调查，所以因为安尼刷电脑写了一本册，叫做《经国食谱》。这本书是因为蒋经国爱食小食，所以伊若去到全台湾的地方时阵，就有地方官为着要甲伊拍马屁，带伊来食当地上盖好食的物件。啊，全台湾拢有介绍，介绍到华联的时阵，就是一间异乡别墅。店店蒋经国来过七道，每一道拢食差不多一碗半的偏食，总共是20粒。迄当时的头家是第三代的戴银公，啊，一碗偏食干那4块尔尔。我以前伫电视台做总干时阵嘛，捌带队来遮干休过一节，所以佫将着好食的华人偏食，甲伊非常详细画出来。伫屏东有一个所在真特殊呢，就是叫做里港。那么里港呢，甲华人同款啦，真有名，嘛是偏食的哈。啊，这个偏食吼，讲起来吼，伫遮吼是安尼，是一个福州人真少年的时阵呐，伊就来到这个台湾，那么就来到这个里港这个所在，啊，里港这个所在吼，去到遐，啊，就唔知要安怎生活咧。尾啊，因讲这个福州人就甲伊讲啊，吼，讲呢，啊，无我了吼，甲你教，吼，教讲吼，啊，看看吼，这个啊，这个偏食啊，要安怎做，啊，你就去学习安就对啊。啊，伊呢吼，真正吼，啊，就底下呢，啊，开始底下做安尼，啊，这个人呢叫做赵文富，吼，啊，是福州的前辈，教伊安怎做的。那么，伊就用这低的这大骨来控这个高汤嘛，吼，啊，控就控就想说，讲，嘿，啊，我就用低的这大骨来控，啊，就归去哦，啊，无先做低卡吼，来，啊，看一下，这低卡先做来卖卖，吼，哎，啊，唔是盖好吗？水煮猪脚啊，吼。哎，真正安尼个卖了啊，哇，不得了啊！哈，啊，这生意煞好起来。所以呢，啊，即摆一定传到第三代，吼、哦，迄里港迄个所在，你那是啊，塞车塞入比较难得啊！哈，哇，古爷这里港拢咧卖这个偏食的哈，比如讲赵寿山呐、啊、馄饨呐、啊，什么赵寿红馄饨呐、啊，什么，无那有迄种唔是赵家系统的，叫做里港阿嬷的这个馄饨。而且伊这不是安尼尔啦，哈！伊这哦，佮你若沿着这台三线呐，哈，诶，这台22线迄个所在呢，你有看到有哪足侪间的这偏食摊？
甚至呢啊，你若是伫迄个台南的菜市啊内底，有一撮呢，我伫咧水仙宫的菜市啊内底呢，看到有哪有人咧卖这李刚的片丝，我讲哦，啊，这真正实在是足受欢迎的。啊，靠一味尔，安尼会当新传三代，子孙拢有通啊食。所以呢，啊，咱来讲就是讲传子哦，你就是爱用这個技艺传给伊，但只要财产都无一定好啦，哈、哦。来，咱再来看一间。停车场哦，我行李好干呢。永乐路二号，搬到对面。我的爸这边。而且稳住了，这价格。我刚想收一个，看下是真水啊！啊，包料真水，包料真水啊！哦，分量也够，哦，分量也够。啊，你喜欢这一种馄饨吗？嘿，高山囡仔因较细粒，即摆阁未细粒。来包包等下，我来改些，我很包等下。改料就另懂的迄个馄饨。都今天包的了，上冰箱的。嗯，这个都是原味的哦。赵山这么够细，这么够第三代。啊，赵山来这一代，啊，所以我都八十年老店。嘿，啊，这么一间就对了啦。不是较头前。可能又够一间哦。不是，搁伊个店伫头前，才来广告，才来开始来广告。哇，这够一间较大间的啦。在屏東說到這個豬腳吼，兩個所在上較有名，一個就是慢慢的豬腳嘛吼。啊，慢慢這個豬腳是用那種肉的，啊，若是在這個里港啦，這個豬腳是用水煮的，欸，吃是不是呢？這跟那個德國同款吼，德國也有一種用烤的豬腳，啊，另外一個也有用白煮的豬腳。啊，不過呢，現在目前呢，應該說起來吼，德國他也沒什麼分啦，反正就是你啊，不一定讲是咩南平，就是做就是煮这个水饺啊，北平就是烤水饺，无安尼分安那就对啊。啊，咱台湾嘛是大部分大概就是讲啊，就肉底卡甲白煮，安尼这两行尔尔嘛吼。哎、哦欸，但是安怎做啦？这个啊，这个里港的这个片丝才会好食。咱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跟你讲。台湾泡泡澡，了解台湾的文化跟文明。李尚敖，大家好，我是渔夫。咱若讲到这个偏食啦，哈，偏食其实啦有两种发音啦。啊，你若唔相信，你去个宜兰啊，宜兰啊，有个人会讲偏食，伊咪讲偏食。啊，这新潮的所在就是安尼。这个偏食啦，我有曾经去过因中国啊，落去研究哈。因真正有哪有迄个偏食甲偏食的共犯哈？不过呢，听讲是他们才是山山海山，反正讲扁食甲讲扁食的做法是无同款的。啊，一种的这扁食啊，哈，啊，听讲是伊其中有一种就对啦，哈，是用毒的。啊，一种呢，啊，是用这个种就毒甲像迄个肉酱安尼哈，两种根本是做法无同款的这个扁食。那么偏食要安怎做才会好食咧？奇怪呢，为什么就你讲的好食，其他的这个所在物件都无好食？而且听讲有撇步啦，所以呢，我有一天呢，就去找一间迄个菜市来，这间找人个问看嘛，讲这到底是啊，无你的你讲的这个偏食是好伫对，啊，是阿开也无同款。啊，结果伊安甲我回答呗，伊讲我用皮的就知啊，皮看嘛就知，因为阮皮薄肉香嘛，而且呢，这個、肉佮无同款的这個部位，吼、哦，刷来佮有避风，吼、哦，爱煮一分加，它煮一分钟吼，佮、哦、这個半透明的这情形，啊，你啊规个拢透明吼，啊，就会破去，这学问大，咱先来看伊安怎做。咱屏东偏食到底是甚物所在，佮人无同款？台南的偏食，啊，这是迄落里港的偏食，啊，佫挂两包，一包是冬菜，佮一包是芋酒。来，佫看者，这里港的偏食，这是台南的偏食。好，啊，即马就来最先去问人。嗯。啊，这里港偏，啊，是安讲里港啊？你？屏东里港遐个口味啊！啊，我屏东人啊，
对啊，啊，现在在个讲许，一定要特别讲着你。啊，因为一边的口味甲一般的台南的口味是无同的。无同，无同，对对。口味吃起来，拼起来就无同啊。拼起来就无同。哎，拼起来。哦。拼起来，嘿，味道就无同。哦。哎，这是因为用的肉的部位无同款吗？哎，对。然后很多，还有他加一些特殊的材料。哦，加了一些特殊的材料。啊，就是人你讲迄个新材，做迄、那个用迄、那个用迄个大棍哦，来做迄个底卡，你敢无？底卡无啊。人你讲遐有底卡呢？我无做底卡、啊哦，你无做底卡。我是本系啦。哦，本系啦。哎，阿资料是阮先生家己研发，因为是厨师。嘿。啊、以前呢、啊？厨师啊，伊是厨师啊，厨师啊，所以伊去干二，伊样家己去做，家己样去敲。哦，哎，安尼一包偌济啊？我唔知呢，我。无啊，你爱一包偌济，要甲你买呢？你讲一盒吧，系啊。啊，五十吧。我一盒五十吧。嘿嘿，因为你讲一包我会晓用，想讲你是要买料还是？哦，安尼，啊，这皮有够硬，甲人无同款。哎，对，会比较薄。哦，皮搁较薄哦。哎，你讲迄边啊，就是较薄，啊，料较香。哦，皮较薄，啊，料较香。啊，这安尼敢袂讲，因为安尼伤薄啊，煮煮破破。哎，所以卖煮小骨，袂使煮小骨。袂使煮小骨。你煮起来，你看伊个皮的颜色变半透明的，差不多啊。半透明的，啊，你差不多偌久时间？差不多不到。差不多一分多，一分多就好了。哦，来，一个来变少啊，我来，一分多就可以嘛，哈。你看它皮的颜色。里港馄饨，杨家手工。全透明的派系啊，把这被破皮啦。就是会烂烂的。会烂烂的，就没有口感了。哦，了解。里港馄，啊，你啷个开俾我哩哦？啊，我是来啊。哦，我是来啊。哦，人也无咧差啦吼，生意太好诶，系啊。那边拢是安尼啦，那边的口味拢差不多啦。哦，口味拢差不多。不要吗？做宽的碗面啦，做宽的碗面。好，来五十找你，谢谢。好来。啊，这水鸭白滚，水滚的选这两包青黑。那两包是啥？冬菜跟胡椒粉。哦，冬菜跟胡椒粉哦。啊，你买大瓜、小白菜。啊。小白菜跟那个。芹菜猪哦，一旦啃小白菜跟芹菜猪哦，哦，谢谢你哦，谢谢啊，谢谢。咱个过来来介绍一味，即有政治味，哈哈，而且个偏食的哈，即、這个叫做五福鲜虾，哈、哦，即、這个啊馄饨来看一下，伊即个啊馄饨偏食的哈，内底有一只虾啊，哈、哦，伊只虾啊，哪咩好食哈？听头家咧讲哦，讲啊用个冰角落去拍哈，拍了再 Q 就对了哈。啊，为什么讲有政治味呢？因为咱知啊，哈，这个啊，他开始的时候，这连战以前啦，哈，连战甲宋楚瑜两个哈，诶，因为啊，这個、关系无啥好，啊，伊时阵呢，宋楚瑜呢，啊，甲连战两个为着要和好嘛，连战就邀请这個宋楚瑜来因家，啊，这间呢，五湖先生呢，都开伫这个宋楚，开伫连战因家的边啊，啊，这個、啊，听讲是连芳雨呢，啊，就作大心哈。啊，去买到伊的这个啊鲜虾，而且水饺哈，啊起来和这个啊宋楚瑜食，哇，两个安尼啊，底下食这个啊偏心吼，安那食就那欢喜，啊食到尾啊吼，两个终于呢都已经谈和。啊，佫有一抓呢，佫较新鲜就是啊，咱知影这连胜文就是连战因囝啦吼，啊这伫个啊佮你刚徛台的时阵去用拍一枪，一枪这是枪作尾只入去，佫尾只出来，吼啊就柯文哲一瞬讲起来救个对无？哎、欸，照你讲啊，普通人为只拍入，按照他出来，他就开始就无命去啊。但是呢，连胜文呢，哎，一下就好啊，吼、哦，啊，一下好吼，啊，结果呢，拄啊迄站嘛，我有一件呢特别去。那么去到遐个时阵呐、啊，哎、欸，我头家好么小白，我就讲，伊就讲，哎、欸，啊，最近这连胜文拄啊来呢，我哈，啊，这不是动情吗？伊讲啊，迄动情吼，无代志啦，吼、哦，然后啊，是安尼哦，我真正真神奇的代志哦，哎。啊，这间就是叫做五福鲜虾啊，这个馄饨。但是这间本来是高雄，啊，因这第二代来台北试看卖，做回来看卖。今天来去吃台北的高雄五福鲜虾馄饨。啊，他不在呢。啊，不在哦。哎，那在大直店那边吧。哦，这可以新的店嘛？大直店啊。哎，对。哦，是哦。哦。哇，这种小菜嘛，哦。
虽然头家今仔无伫咧，但是我曾经捌访问过伊。来，打个招呼者来。耶、yeah. ！林老板，谢谢。谢啥？这大米啊。大米啊，哦。啊，大米安怎做啊？只啊，大米哥，我恁肉燥拢用乌地吧。肉燥用乌地吧。哎、欸、哦，这。三十，诶，伫只二十几担，阮爸爸二十八担，拢加开五十几担。五十几担的担，A B 啊 ，A B 啊，吼，是五十几担的担，五十几担的价值。来，啥物？你用啥物？抽叠式的包，抽叠式。诶，因为阮的平时咧包起来，平时爱折叠过来盖，所以很会工。哦，很会工哈。诶，这原来拢手工的。诶，我知影连前住这附近。啊，连胜文店嘛来吃。啊，连胜文店来吃。这是鲜肉哈。鲜虾。这是鲜虾。鲜虾。来，阿米露吃看嘛。我水果吃看嘛，就知啊啦。两个礼拜啊。两个礼拜啊。这个红油抄手，红油抄手招牌。哦，这酱来当拌干面。嗯。啊，好的。哦，可以当点管。哦，啊，包在外口就对了啦。嗯。啊，更贵。哎。啊，你讲这有这什么包法啦？这叫做抽叠式的包法。抽叠式。抽叠啊。因为包开始包遐麻烦。嗯。啊，因为。你安尼包的吼，啊煮开的时吼，迄个汤汁拢会滴来滴，口感较好。是，啊，伊这个虾子是选什么虾子？草虾了。草虾。上好的草虾鱼，啊，一尾加做三块。一尾加做三块。啊，哇，这遐好哦。嘿啊，啊，我拢也无去过，我用十几担无去过啊。十几担无去过啊？哇。我冻。啊，你敢砍得掉？冻袂掉啊！什么大众物资已经？都去过。嘿啊。三日一担八百五啊。啊，这肉是安怎拣？啊，我肉是拢用这个后腿肉加加上肉七比三的比例，所以阮的瘦肉较侪。啊，后腿肉加啥？后腿加上肉。加上肉。好。啊，七比三的比例。七比三的比例。啊，来敲的。啊，我做这来这寿司馆料拢伫高雄分开。哦，拢为高雄，现在一定爱为高雄，台北敢无？有诶物件高雄较好啊，高雄较好，较顺啊，较顺，啊嘛较俗啊。哦，啊，最主要是因为阮爸爸咧做顺，就是拢用安尼啊，所以这几十年来，我伫台北嘛是拢用安尼。哦，所以拢无老方法，拢无变的对啊。我生第二代的啊，继承爸爸迄个。第二代，啊！恁爸爸就是生你的时阵，就知你要来包这样子。啊，那个后壁你会慢慢老啊，开的啊，我有三样哥也慢慢做这啊。哦，系啊。啊，所以有你来做的对吧？我来做，啊，即个我后生嘛拢真好做。哦，我两个后生。所以这味袂走伊啦，哈。嘿，袂走伊，袂走。真好，真好。我讲伊教，讲做生意爱实在，袂当头工点料。即说，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安尼。是。啊，所以阮物件店啊，所用的物件，包括阮的导游哥、三位同，拢是用上好品牌啊，上贵的。啊，所以我家己啊，囡仔爸我嘛食这间店大。咱这台湾的迄个古早味啊。五十几档来拢无变，哦，传统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因为我是早以前就甲采访过，所以朋友这么老吼，歹势。啊，咱下礼拜呢，搁要继续来去花莲，来去报复性旅游。后一礼拜同一个时间再会，拜拜，我是渔夫。